磁化了，对吗？就是因为太肥了，明白吗？现在94，有没有区别啊？没有区别啊，1米4，94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一个成年人才多重？一个1米8的成年人都没有你儿子重。我只能告诉你啊，你儿子如果现在10岁啊，现在正在发育期啊，12岁、13岁的时候，正是在那个发育比较快的时候。如果他不减的话啊，这个激素分泌是乱的，然后他的就会非常的你明白的啊，我就不这个也没有办法去明说了，可以看一下，所有的小胖子都是一样的，他长大的话，这个东西会影响他的一生，能明白吗？这个东西会影响他的一生，所以说建议你给他能够控制一下饮食，对，建议你能够尽可能的给他控制饮食，要不然的话，他长大之后，一定会。你是被谁邀请来的？是的，我是被湖北卫视，现在每天运动，就是我还是建议你一定啊，欢迎我桃儿。